紫金一哥 Kobe Bryant 科比已经退役多时，近日也才刚被湖人球团退休球衣，但他的篮球界影响力仍然很大。根据美媒报道，世界拳王 Floyd Mayweather 就表明想和他单挑，开出赌注是$1,000,000，约3,000,000台币。科比在19日当天风光参加自己的球衣退役典礼，湖人将他的8和24号球衣同时退休，成为 NBA 史上首位在同队退休两个号码球衣的球员，由此可见其历史地位。不过 Mayweather 在拳击界也是最伟大的存在，他在 Kobe 的 IG 下留言，我已经准备好那100万和你赌场一对一。目前为止 ，Kobe 仍未理会拳王的邀约。不过，这一份挑战书已经引起球迷们的关切，大家都表示很想看两人来场单挑。